动的家，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快乐不假，你懂的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快乐大本营提醒您，本期精彩，热力大来宾韩庚，黑人。韩庚遭遇史上最尴尬时刻，哎，怎么唱来了？完了，又想不起来了。你确定准备好了你的演唱会吗？维嘉挑战黑人经典油头造型，他很会弄哎。他的情绪现在不稳定，极度不稳定。哥，紫薇被容嬷嬷抓走了。黑人大吐槽，惨遭范范当场反击。你觉得你的妻子范范是一个没有情调的女人？对，我希望她在家。也可以稍微穿得性感一点，对我温柔一点。陈建州，你在那边说我什么坏话？ Oh, no! 我不爽很多年呢、啊，我都怀疑我的那个高跟鞋在家里都有被黑人偷穿。马来山运动会热闹开幕，另类比拼为奥运助威。哦，那挺偶然。要幅度大一点。爆发力。起来，嗨起来！是开人。对不起，这一年多来耽误你了。范范姐，对不起，这么多年欺骗你了。最残酷。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 Open Real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很高兴在这个热力四射的夏天跟大家见面。怎么了？我是把睡衣穿出来了，很舒服。你这个海涛，特别舒服。你穿回去当睡衣吧。我真的海涛，你这个很舒服。海涛，你是不是在家看奥运会的时候都穿这套衣服啊？对，然后穿着，然后时不时要就是看这个，是看男子的时候，看女子的时候。哇，加油！现在就变成小裙子了，好多功能哦。就觉得女子们同不同意？我说到这个夏天最热闹的话题，应该就是现在正在如火如荼举办的这个2012伦敦奥运会了。是。那在这个奥运会上呢，我们这个中国乒坛呢依然是有非常好的表现。在这里呢，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预祝这一次伦敦奥运会上我们的中国代表队也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好不好？加油！而且我们快乐家族当中也有人就是亲自飞到伦敦去这个看奥运会。又是你们两个啊？不是我，我没有，我在这主持节目啊。塌了，都塌了。又是我们节目组安排的？没有，肯定是自己掏票，他自己私人的为中国健儿加油。我也想去啊。你没有钱呢？没有时间啊你。你主要是不通外语啊。我想去伦敦呀，我想去伦敦。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又没时间。
我们要不要临时应景，在我们马栏山开一个体育竞技杯？没错，跟大家讲，现在就开办。今天这个热热闹闹开办的就是我们的马栏山运动会。说到这个运动会规模之大，有2名运动员来参加呢。就是，也就是说，最低的名次也是亚军，是吗？但是你别忘了，还有我们家，对，他们遇到我们快乐家族，我们是运动健将啊。是，哎，你最擅长的运动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是排球队的副队长。我在学校的时候是长跑运动员，因为没有同学愿意报这个项目，作为干部的我就去跑长跑。跟那个谁一样，跟谁？杰哥一样啊，他没有人参加很长的长跑，他就自己参加了，跑到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才在坚持，跑到最后人家没有 care 这个比赛的结果是怎样，然后他就最后跑到学校的教室里面趴着晕过去了。真的有这种，好励志啊。我有参加长跑，然后一共有40个人，第39个人就都跑过去，我被第39的拉了半圈，然后发那个名次卡的老师都已经回去了，然后就在后面喊老师说陪跑的怎么这样呢，参加比赛的同学都回来，陪跑的为什么现在才回来，我说我是第40个。给我那个卡。我是我们学校中学城北中学800米就是我们那届的冠军，800米。他们其实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校运会的时候那个广播站嘛。对，而且这时候为几几几班点一首歌曲，健儿们你是最棒的，送上一首《真心英雄》什么什么的。运动场上彩旗飘。对对对对对，还要播那个播音稿啊。播音稿，就是除了有运动成绩，还要比每个班的播音稿谁播得多。谁多？然后我因为除了跑长跑，我还是校广播站的，所以我经常又利用职权，经常给我们班播个什么《真心英雄》的。海涛，你应该。我上高中那会儿，我也参加过1500米跑。那个时候，我跟另外一个胖子，然后我因为我想到我可能不会有好的成绩，但是精神文明奖我们要拿到。OK， 我就在胸前写了，他写了一个武士，我写的是帅哥，我们两个就一起跑，一起啪一下就冲出去了，就只有我一个帅哥，特别不帅。跑得慢，好多设计都呲了。对，说到这个运动会呢，今天有两位这个运动员来到我们的现场，而且呢，他们你知道，精神文明奖最重要就是运动员的入场仪式，他们精心为我们这个马栏山运动会呢准备了入场仪式。那首先这一位呢，他将会用一种这个疾风狂草般的方式来跟我们见面，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运动员入场。觉得这位运动员怎么样？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马兰拉拉队会疯的，这个稍微阵容有点过分了。对啊，我也觉得入场式就要这么凶吗？那我们就这样吧，就凭他第一名好了。哇，等一下还是会有一些比拼，因为今天第一名实在有太豪华的奖品了，所以不能这么草率。嗯，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第二位运动员黑人。好，欢迎，欢迎两位。哇，这真的一黑一白啊！可是我觉得运动员一点都不符合我们运动的规范。怎么了呢？怎么了？他们应该要穿得像我们这样运动型的呀。太不适合运动。他是运动型吗？我是可运动啊。我跟你说，海涛平常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潮人。哎，我想可能今天这个两位看到我们这个非常特别的造型，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装扮。韩庚，就是大家对你这个白头发的评价是夸奖的多，还是那个希望你染回黑发的多？有挺多的，我看到很多评论就说还是黑发的好看。那你为什么要这么不顾歌迷们的感受？是这样，那这张专辑的里边有很多一些摇滚的因素，那我希望呢整个人的造型呢稍微改变一下，有一个比较有力量的一些感觉给。其实我是比较在乎你唱腔的改变，因为上次帮你主持那个新专辑跟新演唱会的这个发布嘛，我听说你在这个演唱会的时候有可能还要唱汪峰的歌啊。对，我特别喜欢汪峰的歌。对，你能在快乐大明报来一段运动会之前唱哪首歌？如果有一天春天里，春天里春天里，给我一个调。也许有一天，不对，不是，他们自己不是有伴奏吗？没带，没有啊，也许不是啊。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哎，老师，这样，老师，等，别闹，韩哥你清唱吧。老师弹出了小天鹅。老师不好意思，再给我一个。改版成 Tango 了吗？慢一点。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这次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一起忘词了，任让我留在这春天里。我一下紧张忘词了。摇滚根，我跟你讲，就是会即兴唱，就是会这样。演唱会的时候你会经常忘词吗？演唱会我会唱那个当我想起你的时候。那首好听，我特别喜欢那首歌。那你再唱几句。唱一个。所以提前曝光一下演唱会。再唱一个。要不就演一遍呗，这次怎么。我想想那个调。哎，怎么唱来了？我知道，当我想你的时候。完了，又想不起来了。等我想想那个调。对，汪峰的。你确定准备好了你的演唱会吗？忽然一下我就很紧张，你知道吗？这还没开。忽然一下我很紧张。OK， 就是总会有几首歌那个温暖。对，哎，老师，你再能给我一下那个调吗？怎么唱？老师听起来还是跟上一首弹的一样。怎么？如果有一天一样吗？算了，
这样吧，算了，没事，算了吧，黄金时间慢慢。黄老师，等我再想会儿，压力更大了。这样吧，你想会儿，我跟韩哥慢慢想想。你们先聊着，先聊着，不要，没有没有，插一个广告吧。我问一下，运动。他是那种他一定要完成的。我想问一下，我知道，黑人你有没有染过那么白的头发？哎，说实在，有一次。我染的这样，因为旁边我觉得他旁边这染的时候应该很痛，很痛，对不对？很痛，很辣的。他要漂白，他其实这已经算是漂到全白了。对对对，那旁边那个恐怕会有一些伤口在那边，会刺到痛，对不对？我很痛。可是你本身算个子又高，然后又皮肤又比较黑，你要染白头发应该还蛮。因为晚上就看到一桌头发在路上，效果应该蛮惊人的吧。白云，黑土，我染完以后。拿开以后，马上跟那设计师讲，我麻烦你再染回来，好不好？告诉大家，就是黑人为什么可以跟他设计师说好，你这个又帮我染回来，就是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发廊，对不对？哦，因为喜欢发型这回事，就干脆自己开个发廊。对，因为自己从高中开始嘛，就喜欢。何老师，头发上变化。怎么了？好可怜，好可怜，好可怜。哦哦，你还在啊？你忍心吗？你还在啊？你忍心就把我丢在这儿？来来来，对哦。哦，等于是没有。说的时间太长了。我跟你说是这样的，韩哥，我们这边别聊别聊，他又忘了，赶快唱。了不得，对，OK， 好，来，所以你那个发廊是，我们还要接发廊是平时到他想起来为止啊，继续聊。哎，如果我们去台湾去，你发廊就是会收钱还是？绝对算我的。那这不行啊，你那么多朋友去都不收钱吗？几乎都是我 sponsor。那你现在亏得很惨了。还好，因为这是交朋友嘛。其实，在台湾，大家知道金马奖、金曲奖、金钟奖嘛，亚太影展都是我们发廊做的。真的、啊？谢谢谢谢，他自己回来谢谢。他直接提醒你，他想起来了。谢谢，来哦来哦。当我别闹了，不是，如果有一天的，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那金钟奖应该表示金马奖的发型，我崩溃了，我到底人生是什么方向啊？我好，他真的想起来了，他真的想起来了，好的。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我会默默地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哎，老师，你在跳？导师，你的。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好 ，OK，OK，、okay, okay, 好，就这样，可以了，可以了。韩哥很挫败啊。OK， 好，那刚才其实我刚才我们聊到这个黑人，发型上的这个还聊这个吗？没有，我们想没有，我们想考你一个东西，就是听说你抓油头是一绝，可是那个其实不好弄，有没有可能因为佳佳今天就是你看她的头发也有呈现出一个失控的一个，因为我一直期待你说今天晚上出现是那个油头，你的典型的油头，可是为什么没有呢？人总是会变的嘛，这个。油头可以，他可以，他可以吗？可以，他现在头上有发胶什么的，有影响吗？可以吗？你试一下先。哇，你这喷的不少啊！这片是真的。谁加盐？谁是假的？要不先拿下来。谁是假的？目前还不知道。来试一下，可以吗？可以啊，我他配合度怎么样？他配合度非常高，但是他也请了他的发型师在旁边戴面具。本身因为就是脸型问题，所以很挑发型。所以哦，对，来，没关系，没关系。油头就是有分线的，对，有73分啊，82分啊，91分啊，中分就好了，中分啊，不要我跟你讲，中分是考验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帅哥的一个利器。还有哎，女生也很敢才会弄中分的。你现在是中分吗？中分啊，不是46。不是五点五，韩哥没礼貌。五点五是因为脸长得歪。也是。中分，我这是中分。哦，我看一下。46。升起来了。
他确定他想了一下，我从鼻梁这样上去。那哎，那你就弄个中分，哪里是中分嘛？哪里是中分嘛？你不是你弄中分啊，别量啊！我鼻梁有点歪，哎、快点。你这样会不会有阴阴的感觉？这样子会不会？不啊，我还可以杵进去呢。这样这样。娜姐，难怪你说你最近偏头疼，因为没有风。有了，中了，中了。来，为了给大家一个期待啊，我们让佳佳反过来做，然后弄好了之后，我们再展示。佳佳，你敢不敢挑战我这种中分？因为他有喷发胶，对，我必须用这个水先。来，您弄，我帮您。好，我让水先把它喷湿一点。哎，梁朝伟哎，阿哥，吴阿哥，紫薇被容嬷嬷抓走了。四爷，哦，这也是用梳子这样轻轻挑高一点，确实额头挺高的。哎，他很会弄哎，他真的很会弄。要有点角度。四爷，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我打死你。哎，维嘉这样很帅啊，佳佳。可以出锅了，出锅了。像阿童木，我觉得就是遮不住吗？就有点突围。没事，那个特殊处理。哎，我觉得他有弄出一点火气来了。真的，他的情绪现在不稳定，极度不稳定。可以了，换做一只狗剪毛，他也会剪。准备亮相、啊哦、很像周润发哎。好，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是由黑人在现场操作，由韩庚在旁边捣乱的由头作品，要去参加高中毕业舞会的感觉。OK yes， 好，高中毕业舞会 ，Let's welcome gentlemen， we go。Oppo Real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我哥，紫薇被容嬷嬷抓走了。我还没中过奖。哎呀妈呀，还是热的。张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Open Real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感谢运动快乐个人鸟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gentlemen， we go。我的，紫薇被容嬷嬷抓走了，帅不帅？不是，不错，不是。我说句实在话，可以吗？人家这个头发适合那个，就是他们这样的西装，哎、对，因为这个运动衣就有点。你穿这个，你穿这个，我求你，你这样一下，我求你。啊！完全不，刚刚他那刘海这样，就是我觉得油头是会增加成熟度的一个发型。佳佳。待会儿如果刚打开电视，人以为你今天怎么了呢？就算怎么了，还不如这个人怎么了呢？而且韩庚仗着自己因为头发现在白色，比较不太能看出头发和头皮的差别，就一直研究你那头皮。你看这块盖不住，盖不住。他后面确实盖不住的。哎，那个他很敏感的。说到这个运动的话题，好了，那个韩庚你喜欢什么运动？我比较喜欢滑单板，还有游泳。我听说你最近还是就是跳伞什么的，冲浪。哦、对，去年我去年冲浪，冲浪跳伞。对啊，嗯，哇，黑人呢？篮球嘛，篮球啊，举重。你其实我知道你有过胖的时候。对，我以前很胖吗？很胖。哦，我见过他的照片，胖的时候。我最重。哎，我们看一下。哎呦，哇塞！这多大的时候？我国小，那时候体重是不是像跟你一样啊？你知道你胖到那个肤色跟内裤一模一样的颜色，我猛地应该以为是全裸。但是全裸又很奇怪。因为那条三角裤、三角泳裤是我爸给我的，我爸因为他那条他说他是。他以前练健美的嘛 ？OK， 他说那是得第三名的时候他穿的，有意义的内裤，有意义的泳裤。可是我并不想穿这种。所有那个时候你说这样看有全裸，我坐在泳池边啊，
然后我只是把腿这样稍微盘起来，因为那个肉整个盖住那个细边的那个，就完全看不见。旁边的救生员吹着，别别别别别，小胖你干嘛？全裸啊！我说没有啊，我还把肥肉翻起来，我有穿啊。因为那个肉把裤子盖住了，盖住了。哎，差点找人帮妨碍风化、哎。你知道一般的人都说展示自己是穿了裤子，一般是这样。你看我穿了，因为他是有翻肥肉。哎，以前海涛不会吧？不是，好尴尬。你讲的这些小时候的困扰，我现在都有。我跟大家讲，我跟大家讲，海涛是反着的，因为就是说，瘦海涛以前很瘦，黑人是励志哥，海涛就是悲催弟。我们来看一下海涛小时候的照片，好不好？也不是小时候，就是前几年。就是我他18岁的时候，前几年，你就说比赛那会儿，你以前是人呢、欸。可是海涛，7年前，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说你是个胖子啊？这是我们永远在聊的话题啊。这也是我的困扰。可是就很瘦啊，这就是个瘦猴。我们那会儿就说我们就是节目组选了一个胖子。可是现在看你就是个瘦猴啊，瘦猴。我们应该多珍惜当年的你。就是你们一直说，你说是个胖子，是个胖子，你看我就变成胖子。可是我觉得你们要多可爱啊。嗯，他就是主要他气质特别好。嗯。你们也多说几句啊。不是，我就想说你们的标准是在哪里？我们的标准只有两个字：善良。就对朋友要善良。我一定会回去的，我今年已经励志了。哎，你跟黑人打打篮球，他打篮球可帅了，我们有黑人打篮球的照片。哇哇哦，那你是在飞？你身后还带了一个人，后来他有活在人间吗？那就是我在新加坡啊，那张帅耶，那张扣篮，对，那等于就是2+1灌进以后，我还记得隔天我脚就受伤了，哦，我十字韧带就断了。是跳很高，然后突然下来。没，那个时候真的我灌篮了、啊，扣篮的，我差这样就可以撞到篮筐。哦。然后我手是可以超过篮筐，到手镯这边，可是就是因为运动伤害，我旁边是被一个人侧边这样压到腿上，旁边那直接这样侧边那个韧带拉伤吧，断掉，我连半月板全都断了。对，你那个时候打球是油头哎。哇，你看。我的发型就跟你现在的是一样，可是我的发型现在一直在滴水。我刚刚喷太多了吗？全是。对不起，我刚刚喷太多，因为就是我一直在那，但是我那一块更盖不住了。好，来，我们马上要开始运动会了，先暖身一下。我们暖身的方式非常特别，因为这次呢，韩庚在这个新的演唱会和专辑当中会有新的舞步。听说今天你要教我们一些舞步来帮我们暖暖身，对不对？很简单。OK， 好，请教一下韩老师来。来，黑人一起来学一下。对，一起。你有啊，你舞蹈。这是带动跳哎，这很容易，很容易的，我觉得可以，黑人也会了。你个子高，站后面去吧。走后面。等一下，个子高的要站在后面吗？何老师，你在最前面就没有了。最前面算最倒霉。我们要记五步。教完以后，让观众的掌声来评判。好，是的。不用教了，我会了。行，那何老师带我们吧。啊，那你就先教。好，何老师带我们。哦，哎，是一个舞吗？是一个舞啊，就是这样的。哎，你跳一个那个，最后那个。手反了。顺了。何老师，你跳的是广场舞。我们叫韩庚，为什么条件反射一下？这样好不好？韩庚带我们跳，跳完以后，我们一个一个的经受观众的掌声。对啊。好，我只能跳一次。等一下，我只能跳一次，因为我的水滴的。你们没听懂娜娜的意思，就是我们只跳一遍，但是等一下依次走上前来接受观众的掌声。对，因为韩庚带我们嘛，韩庚是要跳嘛，是吧？来啊，来，是了哈。
现在就是我们接受掌声的时刻了，从最差的开始吧，何老师。最差的开始了。没有，我们这样，观众以我们就是你们真的不鼓啊？不，观众。观众这样的，观众各位观众，我们不要以就是你们喜爱的程度，要纯以跳舞的程度，因为你们不好好鼓掌，就对不起韩庚刚才在前面。而且得到掌声最多的那个人将单独 solo 一段。solo， 最漂亮 solo。那谁要得第一？大家不用鼓掌。不是。好，这是我的掌声，来维嘉。快点，我要去擦头发。掌声最多的 solo 是吗？来，对，掌声最多的 solo。哦，蛮多的。哇！求求你们，海涛一定要比我热烈。不用，我跟你说，海涛 solo 绝对比我厉害。不是，娜姐，我一定会比你热烈，但是我退出。海涛，如果你退出，你永远离开这个舞台。没事，海涛来，没事。海涛，你穿个裙子怕什么呀？快点，来。谢谢你们。你还不错，但是没有娜娜的热烈。好，接下来是黑人陈建州先生。太棒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黑人和娜娜来 solo， 并列第一名 ，Kansas Music。陈建州跳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贱，特别有味道。你可以跳，他跳舞有一种放不开，但是又因为他手长脚长，又有一种感觉在。那种怪怪的。这个好玩，对。不是，就是憋着的。憋着的。他有点憋着的，但是又很好玩。那接下来呢？这个马上就要开始我们运动会的比拼了。还没开始运动会啊？还没开始，累了，累了是不是？玩撕了吧？别急啊，累了没关系，我们在运动会前有加餐。好，来，这是一个哇，这是一个兑现诺言的时刻，不准碰，不能碰，不能碰。只有韩庚可以碰，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游戏，是吗？对，这个游戏相当之复杂，那个黑人你不知道，就是韩庚在《快乐大本营》干过一件特别不要脸的事儿。哇，用不要脸来形容？用 no face 啊嘛。啊，韩庚在《快乐大本营》做过一件特别 no face 的事情。哦，怎么会这么做呢？就是有故事的，有故事的，是这样。就是大家知道韩庚的妈妈有开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饺子馆，然后呢我们也非常想吃，好多年了，我一直想吃。他有一次就妈妈拜托他带饺子来给我们吃，他就用这样的保温桶带到长沙，也太感人了吧，落在机场了，没有吃到，木有吃到就算了，他就机场会不会以为爆裂物？那狗还一直闻了，你知道打开了睡脚儿。你知道最尴尬的是什么？他又怕妈妈觉得没有把这件事情完成，他又拿着这个找了一个保温桶空的拿过来说：“妈妈托我们带了饺子。”然后我们正要打开的时候，又想说：“里面没有。”他怕妈妈在看电视。是，所以呢，这件事情一直困扰我们多年。好，现在呢？今天终于是带了这是有的，但是大家要拼。这里面保温桶里面一个有一个没有，就大家呢自愿站到某一个保温桶的身后。如果是站到那个有饺子的保温桶，你不能动，他知道是吗？他知道，他不参与吃，他有什么脸吃啊 ？No face， 他吃这个长大的，对吧？而且重点是他上次都落在机场了，还不知道便宜谁了呢。很多馅儿，有很多馅儿，很多馅儿是这样，就是站到这个有饺子的。这个保温桶后面的朋友就吃饺子，如果你不幸站在空的保温桶后面，你就给他们加油。吃饺子开始吧，开始。黑人带衰，我站他反面。你才站他，你才带衰嘞。想好了没、啊？黑人你先选吧。你想好了没？我蓝色，不要碰。你蓝色啊？我可以蓝色吗？你他蓝色，我跟黑人站。蓝色吗？啊，你选哪个？娜娜，你先选，你先选。我想选这个。哦，那选那个，快，这个，这个。
不可能海涛一个人吃吧？我告诉你，一会儿你们吃，闻都别想闻。也是海涛一个人吃，哎，我怎么觉得海涛你好像真的蛮饿的脸？我是而且海涛他选吃的没有错过。哦，是吗？黑人真的有种心理。海涛真的很厉害。海涛是我们的幸运之儿。幸运儿。幸运儿。还一只耳呢，来，还一只耳呢，准备好了，你选了这个对不对？对，好，最后的三秒钟的犹豫，好，来，不能，我先提前准备一下，最后三秒钟的犹豫，三、二、一，蓝色，蓝色，我们是蓝色，海涛是粉色 ，OK， 可是他这样一个人会独吞呢，对啊，海涛你，海涛你打开这个粉色的好了，我们先问一下佳佳，佳佳你选什么颜色？OK， 蓝色，好，没问题。在哪儿啊？在哪儿？他有。这是我跟朋友之间的默契，对，默契。你先尝尝。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先尝尝。哎，我知道了。说明他也有。别让海涛给我们加油，这太残忍了。就让他如果这里面没有的话，他就假装在吃空的那种，然后还要做出很好吃的感觉。哎呀，快点，那我先帮你打开吧。也不一定了。啊，先帮你。真的没有吗？他那。可以换吗？可以换，可以换，真的假的？哎，我们换吧。我从来没中过奖，这次你也木有中。你们知道吧？哎呀妈呀，还是热的，还是热的，哎呀妈呀！哦，还有虾仁呢，还有虾仁，有虾仁的哦。过敏吗？那我们要坚持，没有抽到奖的就不能吃。是他现在表演空的吃饺子哈。海涛，涛涛来，张嘴。啊！哦，好吃，好吃。这是你妈包的吗？好吃。哎，你们给佳佳留一个。好，接下来由娜娜为我们介绍下面一个环节，来。娜姐可以给我说一个绕口令吗？刚才那跳舞谁 solo 了？啊，娜娜跟那个黑人我黑人，你没看到是不是？哎哎，来，音乐，欢迎他们再次 solo。饺子没咽完，音乐不能停。OK， 好，谢谢。这个真的要运动会了哈？要了吧？要了。吃这么饱，怎么运动？这是第一个环节，还没开始啊？还没，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运动会为大家准备了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高端、最高级的奖品，只有获胜的那一方才能得到。到底是什么样的奖品呢？我们马上把奖品推上来跟大家分享。奖品来了！如果在这一次运动会当中获胜的队伍将得到高支素草帽一顶，可以洗脸、洗手、洗脚、脸盆一个。真的很保温的暖壶一只，而且还是用过的，带着家的回忆。有没有斗志？奖品激发不出我的潜能。我很想要激励自己，我跟你讲，选手提前离场。但是如果奖品激发不了你的潜能的话，我告诉输的那一方有最残酷的惩罚。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不能输了，好不好？首先我们是队长来选队员的时间，石头剪刀布，我先选。哎，杨澜，我先选娜姐。哦，因为娜姐会耍赖。耶，你懂，你懂快乐大本营，你懂，你重点是懂娜姐。那我就跟设计师跟客人之间的关系了。OK， 好，他选到了维嘉。油头兄弟是吧？油头兄弟，兄弟。来，接下来石头剪刀布，好，又一
你要两个女生吗？哦，这里很犹豫了，因为如果队员里面全是除了自己全是女生的话，在体力上会不支。可是要选到他的话，他们俩会打架、啊。没有，重点是他没赢过。我本来以为刚刚可以颠覆一下，但是我错了。你选择谁？我选择吴昕。我玩游戏真的超厉害的，我是框王哎。框瓢吧你是。好，那 OK， 那三位队员依次分别出战啊。那我们这个首先第一关是考验平衡能力。哎，等一下，我们可以不要这名队员吗？黑人，黑人，哎，你选的他是吗？我被迫。杰顺。但是，我自己带队的时候，我会激发队员的潜能。我觉得很有可能从今天开始你就改变了海涛的人生。丢一点。嗯，好。今天我跟你讲，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恩怨就是这一次运动会，要不要证明自己？有没有什么奖品啊？有啊，脸盆什么的。有没有什么额外加的呀、啊？可以。你如果今天赢了，赏你个油头。中分的。刚才这个黑人这边已经激励过了，韩哥，你这边有什么要对你的队员喊话的？我没有什么，我从来在的队都是常胜将军啊。你又是框王。我玩游戏超厉害的。而且我输了也不会服输的。裁判，裁判是赖裁判，我们这怎么玩、啊？直接来，时间关系，直接来，没关系。我是个公正的人，他 no face， 我有脸。哦，好，第一关，我来宣布，平衡感游戏，黑人这队派出的是杜海涛先生。韩庚这队派出的是 no face 娜姐。比平衡感游戏规则，在铁托盘上放一个熟鸡蛋，两队谁最快让滚动的鸡蛋粘上盘上的十张小贴纸，且鸡蛋不掉就算赢。我们让海涛先来好不好？预备，开始。你好了吗？我好了。计时，开始。一张一张 ，OK， 一个，滚起来。两个了，两个，三个，我不错哦。光宗耀祖四个，光宗耀，这比考上状元还要得意。现在时间才过去36秒，海涛成绩非常棒。你的目标是状元，不是榜眼。你太强了，队长，你别吓他好不好？好，现在有，又站上一个，海涛猛一点。站住！往回，用力，滚起来！因为他现在沾了贴纸之后，他就没有以前那么好滚了，所以呢，海涛需要用一些技巧。哎，漂亮，这个漂亮！哇，顺道，顺道！哇！哎，他又不能碰，不能碰，他接了，不能碰，没事，差点碰到，没事啊，我注意到了，他肚子大，没事。哦，很漂亮，最后一个。就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他了，多少少女在看你就贴这个，我的天，海涛好帅，厉害，成功，成功，你不错，哎，你专注。1分48秒，1分48秒，这是海涛的成绩。我觉得我的成功多亏了我队长给我的一直在耳边的鼓励，没有他在旁边叨不叨，我赢不了。你是不是想说要赶紧快点成功，不然太吵了？我真的比着比着的啪，我要激励他。你看他玩多投入。你知道哪一句对他最有用吗？哪一句？不是光宗耀祖，不是实现梦想。多少少女在看他，对不对？好，算不错，我们有胜算哦。对啊，接下来到了。娜娜挑战的时间，如果你输的话，你还是有一个奖品啊。没有，我们统计最后的输赢哈。你好了哈，预备，开始。哇，单手掉了就输了，哇，单手。哦，一个，哎，五秒他就站到第一个。你看，卡住了吧？哦，他很聪明。两个了。哦，他很聪明。哎哎哎。没有没事啊，他这个不是故意的，他没有想到那个地方会有个凸起。耶，光宗耀祖了，四个了。漂亮，四个了，现在21秒。5个6个，哦，6个，状元了。你的家人，有海涛的家人在乎这个输赢吗？哦，掉了一个，怎么办？掉了一个怎么办？不是，掉了一个。鸡蛋没掉。
有一个，好厉害，完成。Yeah!大姐，她真的厉害。你绝对在出道前在粉馆端过粉。你是杨玉新的吧？OK， 好，我来宣布，第一关，黑人队和这个韩庚队获胜的是韩庚队。好，旗开得胜。够了，我们尽力了。第二关，没事。弹力测试，比弹力游戏规则，两个队员分别在腰上系上一个装满乒乓球的盒子，用自己身体晃动的弹力将乒乓球全抖出，速度最快用时最少的队伍获胜。首先是维嘉的表现，计时开始。韩庚，你别赖皮。还有，真没有了。女生，好，韩庚帮他倒出来吧，给他一个面子，好不好？帮他倒出来。OK， 好，1分05秒，维嘉的成绩不错，哎，嘉哥，不错。For real，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另类比拼，为奥运助威。问题是不够哈。那黑人拉着这根，拉不到，弃权。对不起，芳姐，对不起，这么多年欺骗你了。黑人大吐槽，惨遭范范当场反击。觉得你的妻子范范是一个没有情调的女人。对，我希望她在家也可以稍微穿得性感一点，对我温柔一点。陈建州，你在那边说我什么坏话？oh, no!我不爽很多年呢、啊，我都怀疑我的那个高跟鞋在家里都有被黑人偷穿过。欢迎各位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 Open Real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好，韩哥你注意，你用手护住一下这个地方就不容易掉。你别放这个，弄了个鸡蛋进去。等一下，这个没关系，待会儿观众看到韩哥这么一抖出来一个蛋，这怎么解释？做好准备了吗？啊，电团弹啊，来，预备备，计时开始。哇，没半颗，有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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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你要前后一样，要幅度大一点，爆发力。爆发力，嗨起来，嗨起来！你要嗨，你不够嗨，你的问题是不够嗨。投入一点。好，哎，这个有效，这个有效。嗨起来，嗨起来！你要的是这种感觉，跟着感觉走。你心里面不要有其他的杂念。我，韩庚，韩庚。还有，把黑人的话筒拉掉。出来了吗？出来了吗？还有一个，最后这一个最难。最难，真的，这个让那个佳佳帮你倒出来，因为你那个佳佳那个最后一个也是。好 ，OK。我都倒不出来。我知道，出不来吗？是人刚才放进去的那个鸡蛋里面有那个粘贴，粘住了，是啊，真的好难哦，最后一个好难，好辛苦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也是同样差一个，刚才维嘉是1分05秒嘛，对不对？然后韩庚1分24。最后这关已经只剩下两位队员了，就是黑人跟吴昕两位。好，可是运动会我们这样，你们能跟他比什么？量级会不会差太多？很公平，比的是臂力。我赢。那我们这边派人会赢他也是不输他也不对。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吴昕不会输你，他自己一个人搬冰箱的。对，我搬过冰箱。这样，他这样一个手把冰箱这样。
我是女怪物。好，两位很简单，来，两位请坐在地上。比臂力游戏规则：两队队员双腿伸直，脚顶脚，坐在地上，双手向前拉着木棍，先把对方拉起地面的获胜。好，拉着这个，往前伸。好，现在黑人拉着这根，拉不到，弃权。好，等一下，我的筋真的很硬啊。我先等一下，我受伤也是因为筋硬的关系。队长是这样。5-3-2-1，我们一把把你推过去，你就马上收回来。哎，好主意。对啊，因为你说又是第二次进段，对不对？来来来来，哎，等一下，我先做操一下，这个恐怕力道。对，要活动一下，活动一下。黑人不错。来，你先松手啊，吴昕先松手，我就把这个放在你们俩的这个。哎。哇！好。黑人不错。好吓人哦，吴昕。来来来，你筋很软，你这条腿还可以放到后面吗？他筋好软。你可以两条腿放后面吗？我也会。翻死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我说5-4-3-2-1，你们大家来够这个中心木棍哈，来，五、四，我们先配合一下，三、二、一，来。不公平！不公平！韩庚上，力气太大了，他力气大。没有没有，我想说一下，靠自己的力量来拉住这个杆。我刚是靠自己的，他们觉得是没有在帮我。我们真的没有帮他，没事，没有，自己有过去的。我不会看错的。OK OK， 不要让他们有把柄，我们要赢得光彩。OK， 那你自己可以够得到吗？哎，韩庚，你经验吗？我经也挺硬的。哇！软的呀。你没有动吗？哇！哎呦，黑人拼了，好心酸，黑人拼了，自己膝盖差点把自己撞晕过去，我好痛，我知道，加油啊！对，要先就没有，3-2-1，好来啊，好来啊！我们叫什么叫？叫什么叫？我这是人体自然工学反应，我也不想它弯起来呀。你知道我从小困扰这多久吗？哎，你们看韩庚腿多直哈！来三，好，可以了，可以了，三、二、一，开始。都在翻白眼儿。两败俱伤啊！我投入吗？我丑。好，再一个，这样，再一次。这回就真的定输赢了，好不好？好，我两位就定输赢了哈。好，来，哎，抓住黑人的表情。好来，好，两位腿不要弯哦。超越人体自然工学，不要弯哦。好，预备，预备备，计时开始。有什么话要对范范说？范范，对不起，这一年多来耽误你了。范范姐，对不起，这么多年欺骗你了。我筋太硬了啦。哎妈，这是暗恋的音乐，对对对，用的刚刚好。OK， 好，那现在呢，这个大家说刚才最后这个游戏当中获胜的应该是韩庚队还是黑人队？黑人，应该是我们。我自己也没脸说我。他都对不起范范了，还不能赢吗？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是输了的话，几个人受惩嘛？就派一个代表，就一个。那我们输，也不会是我吧？你觉得呢？不是，你这一脸就是要接受处罚。我觉得这样，不是你们三个石头剪刀布。别了，每次都是我输。好，那就你直接来吧，好不好？快拼一下嘛，你万一要赢了呢？你拼。来，听我的口令，第一把不能出。别！来来来，第一把不能出。要来，快！正常了，正常。石头剪刀布。这个游戏是惩罚是怎么样？从你今天输由头开始，今天就不对。真的，整个印堂不能露出来，真的没想到把我的风水破掉了。来，大家坐好了。是干嘛？这是疯人院调来的椅子吗？真的，你的头型又歇了。这头肯定等下又要重输了。
就很简单，韩庚你把他拉到极限松手。真的吗？你忍心吗？再拉再拉，拉远点。啊啊啊 ！No！ 人家把眼睛拿着远，拿起眼镜啊！啊，小心！啊！完了完了，回家回家回家，我跟你讲，身体上的痛不如那个心理上的痛。刚才我听到不止一个观众说再拉远一点，真的要做个鼻子去了。刚好有理由啊，你看有多好。你还要不再去补个妆吗？你来一个。运动会之后我们来稍微休息一下，聊点朋友之间的话题。可能大家觉得很奇怪，韩庚跟黑人为什么会一起来上快乐大本营，还穿得这么好像个那个有商量过的样子。韩庚你觉得黑人是个什么样个性的人？他是那种慢热型的还是比较？他是非常热情的一个热情。对，那每次呢我去台湾我都会给他打电话说一起吃饭啊，或者什么，但每次呢很少去聊到我们那个什么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全是聊Love Life。 其实可能不是每一个观众都知道 Love Life 到底是什么哈，我们有一个就是短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各位请看。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点点，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是嘉文，我今年15岁，医生说我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可是我好想活着，因为我好热爱我的生命。我是易华，我今年13岁，我曾经是花式滑冰亚洲冠军，但医生说我得了骨癌，我想努力活着，因为我热爱生命。我是 Dora， 我今年13岁，我好喜欢音乐，但是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拉到一起给爸爸妈妈听了，请你帮我们好好活着好吗？Love Life 计划在2009年4月4日由3位荣总小战士开始温暖整个社会，同时有超过100位演艺人员不计酬劳、不计排名，自发性的加入这个热爱生命的行列，而且陆续在扩大中。所以是经由三个其实是患病的小战士，他们跟生命、跟病魔一直在不断的对话做斗争的过程，来告诉大家生命有多么的可贵。其实 Love Life 计划并不是一个慈善单位，也不是一个公益团体，我们是一个 Share Love 的行动。我们是鼓励大家由内而外的热爱自己生命，然后有能力的话去帮助别人。所以其实今天大家来到我们快乐大本营也是 Love Life 的一种方式，因为每个人笑了，你爱你的生命，你过得开心就是 Love Life， 对不对？手势是怎样的？我们全体一起做一个哈，好吧？一、二、三 ，Love Life！ 哇！这次本来说范范马上也要来快乐大本营，你却没有跟他一起上，跟韩庚一起上，他肯定你要宣布什么事儿？他肯定不要，他肯定更多抱怨。那趁他现在没在，你对范范有什么抱怨的？你觉得，或者就是可以说个痛快话，我们帮你撑腰。我觉得。我有一个请求想要请各位帮忙的。我希望他在家也可以稍微穿得性感一点，然后对我温柔一点。然后他很凶吗？对我应该都是你做错事。他家一般穿什么呀？他穿的跟海涛差不多。常常我在他工作的环境，他会看，哎，这张专辑很多那种迷你裙啊，然后腿很长，然后穿高跟鞋啊，对，然后我很希望他在家里也穿这样子给我看。谁在家里面那样穿啊？他穿高跟鞋，在家里。而且我跟你讲，兄弟，这就是你不懂的地方。你觉得你的妻子范范是一个没有情调的女人？可以，对，我觉得他这部分可以稍微进步一点。还有别的缺点吗？希望他可以在家里面就是对我啊，感觉让我有点那种丈夫的那种威严的感觉。就是他太凶了是不是？有一点。观众们你们相信吗？说范范
范对她太凶了，然后范范是一个没有情调的女人，你们相信吗？没有，我觉得范范姐对我挺好的，是不是？对啊，这样好了，观众都觉得不相信。我真不是挑事的人，真的。范范，你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情调的女人吗？陈建州，你在那边说我什么坏话？让你整别人。来，所有的观众朋友向范范问好。让你整别人。哇，范范，快乐大吉是不是？对呀、啊。哎，范范，我跟你讲，刚才那个韩庚有帮你捶黑人一拳呢，帮你报仇。可以帮我捶三拳吗，范？哎，还才三拳呢、啊，多两拳行吗？按摩呀。哎，范范，刚才黑人说你就是在家里太。没有女人味儿了，这件事情当着这么多人说，你会不会觉得很不爽？我不爽很多年呢、啊，而且何老师，你知道、我都怀疑我的那个高跟鞋在家里都有被黑人偷穿过。你不能穿，他就来穿了。你是发现他们有偷偷的在变宽，对不对？那些鞋子。因为有些鞋我出去工作的时候我带在身上，然后怎么一到饭店要换上准备登台就觉得前面变很大，就是前面的鞋缘变很大。快，老师交代有没有偷穿过？是不是有那个癖好啊？你是说哪一双啊？你看他都知道哪一双，他一定有给我偷穿，我告诉你。哎，我好同情你，他很烦。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俩没有一起来啊？其实我觉得像这个怎么讲，快乐大本营可以就分两次，这样看到我们也蛮好的。哎，也是哈，免得我们在节目上吵架，然后这样你们也不好收拾。对呀、啊。哎，那我问一下范范啊，你不是过几天要来吗？你来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跟陈建州先生做什么互动吗？我觉得尽量少互动。这就是他爱我的表现，你看看。OK， 好了，谢谢了。那今天要不要跟大家这个好好的告个别，然后祝福一下我们快乐大本营所有爱黑人、爱韩庚的观众？谢谢大家支持，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然后把 Love Fight 当成我们人生的代表作来一直执行下去，帮助更多的朋友。好，那我们全场观众一起，一二三 ，B B 啊，来啊，一二三 ，B B。谢谢范范，下次见，谢谢。其实你们虽然打打闹闹，但我觉得十二年了还可以有这种互动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你们还来一个 call out？ 要啊。多幸福、啊！我刚刚听到他声音，我多惊慌啊！汗都出来了。谁让你平时老整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刚才韩庚好羡慕，对不对？我手上有一封范范写给黑人的信哈。那这封信呢，其实是这样的，他的前因后果是黑人有一次生病，然后呢，范范就很着急、很难过的跑到医院去。可是到医院去的时候呢，发现黑人还在上传 Love Life 的视频，然后跟。范范说的第一句话呢，黑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帮我找那个充电器，因为那个电脑快没电。然后呢，范范就非常非常气，是不是？如果真的你那么不爱惜你的身体，如果他有一天失去你了，他该怎么办？那一天就是，范范哭了之后就回家了，然后就很难过，很生气。可是回去之后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这么写的：范范说，一回家就后悔了，干嘛对他这么凶？又不是他自己愿意住院的，又不是他的错。我不想把他丢下不管，我不想起床时身边没有半个人，我不想一个人吃饭，我不想要孤独到老，我不想对着墙壁说话，不想老了自己抽自己的痰换自己的尿布。我要勇敢，我要和他一起去公园散步，一起吃饭看电影，一起吵吵闹闹，一起拥有家庭小孩子子孙孙。就算打比倒了，就算他变成绿巨人，就算他变成史瑞克，因为可能会有中年发福的问题，我也要陪在他的身边照顾他。我要用我的耐心和爱心对付他，我不怕他生病，我不怕。通篇没有一个煽情的字，可是就是那么真切的爱。我觉得这就是正能量，这就是 Love Life， 真的。在这几年我做很多事情嘛，那尤其做 Love Life 计划，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困难和挫折，然后
也被质疑，也被批评，然后也被检视。很多时候如果是没有范范的话，我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情。那很感谢陪伴我，很坚定的，然后更有信心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对，我们也借这个十二年的这一段非常有意思，其实也很浪漫俊勇的爱情，来祝福所有我们快乐大本营的朋友们，祝福大家 Love Life Love Life。OPPO Real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啊啊啊啊！科学实验站带你体验最不可思议的高空测试。3、2、1。韩庚专辑的韩庚同学，还有我们的 Love Love 黑人陈建州。好，今天就聊一聊保护这件事情。大家知道运动呢是需要保护的，像其实这个经常运动人难免会受一些伤，所以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半月板呐、十字韧带、这个十字韧带啊，韩庚可能腰啊或者什么地方，杰哥的膝盖现在还很严重，杰哥的膝盖啊，对啊。到底什么样的保护，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减少这种冲撞，让这个力量可以这个消减，对，可以缓冲。我们首先请我们的黑衣人拿上今天的这个这个保护品的选择，来，有请。好，现在呢推上我们这个道具的是小芳以及小猪。我采访一下小芳，现在你还是黑衣人当中最红的吗？不知道。你可以跳一个萧亚轩的舞吗？你现在可以了吗？他走了。酷啊，是这样，很酷的哈。这样，这有三样东西啊，一个呢是海绵、啊、还有这个泡沫嘛，米波罗泡沫。然后呢，这是一种这个有点像淀粉水哈、啊，水质的淀粉质的东西哈、啊。好，那接下来请你们选择一样保护品，把这个熟鸡蛋保护好，然后爬上4米高的高台。哇塞，谁爬上去啊？你们自己。你有恐高吗？啊、我蛮怕高的。你长这么高，你还有这么高、啊？还有篮球啊！那是我愿意，咱们去跳伞去吧。不，我最害怕那个。哎、你怕高哦？不怕我。那你这么多年都活得好辛苦啊！每天活在恐惧当中。对，那么高，就这样，你们自己做一个保护品，把这个保护好，把鸡蛋保护好。如果这个鸡蛋没有被你们保护好，碎了就要把它吃掉，因为不能浪费粮食哈。好，来，黑人你选。那我就这个、啊，这个看起来，对对对，因为成龙大哥的特技演员好像每次摔下来都是用这个，都是用这个，是的，对。好，那韩庚你选哪个？用米波罗吧。为什么不是这个？这个是水啊。哦，看起来不靠谱，对不对？是的。OK， 好，那三位，请你们娜娜。所以我还选什么呢？你先让他只有三个，你让他们两个。你手套都戴上了，只能选这个了。你就是戴手套戴太早。OK， 好，来，别忘了放鸡蛋啊。哦，那个东西好奇怪哦，要包饺子吗？在和面。你在干嘛？真空。他在用嘴吸成真空。不要让他太多空气，不然他会碰撞。娜娜，你那不行了，你那全是水，鸡蛋在那飘着。好，三位都包装好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黑人看看，他是用这个海绵做的，而且呢他非常用心的用自己的人工嘴把它做成了半真空的状况。半真空是一个小小的，好好吃。接下来看韩庚这边，哎，包的好像也不错，包油吗？下面最担心的就是娜娜了，她用了一个，这个是用的是，这个是水，是水啊，液体的东西，液体水。好，那接下来大家依次了，首先我们欢迎韩庚先来吧，好不好？小心啊。哇哦，哇哇哇哦，3、2、1。好，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先这样啊，先我帮你拿着啊。好，我们再来请黑人。我要自己上去。对，对，很高的。哦，这一下。没事没事，我觉得没事。
你放蛋了吗？没有蛋啊，你忘记放了，那就是碎了。哦，没有一个任何圆的东西在里面。确定放了蛋吗？太高了。再上一点啊，还有一节啊。不要，我太高，我这样了。不行，你再有一节。还有一节。别往下看，你往远方。对，往远方。然后来，站直，男子汉大丈夫 ，Love Life。三、二、一。没问题，这个也没问题。这个游戏就是在整我。接下来娜娜。哇，高哎！风出去。这是你的。高。来，三、二、一。我确定你们在找我。好感人呐、啊！对了，谢谢黑衣人，我们马上把我们的这个工具都推回来啊，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检查黑衣人的，来，我觉得矿泉水。骗你的啦！那个准备好矿泉水，因为我估计陈建州肯定要吃鸡蛋了。哎呦！这个世界病了。看一下陈建州的，哎呦，朋友们，哇！要不要等一下，韩庚一起吃？我等他，等他。觉得韩庚的这个没有碎，因为他刚刚掉下来的时候声音很轻。对，他那个是吗？哇，碎了，碎的好爽啊！碎的好啊！传说中的毛鸡蛋吗？碎的好厉害，娜娜那个是水，应该已经没办法弄了吧？现在娜娜好像在做手术哦。OK， 好，要什么？烦不烦你们俩？哇，好的，完好无缺，太感人了。好，先请那个陈建州和韩庚来吃鸡蛋。静一下，祝你专辑大卖。Love Life。Love Life。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接下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做一件逆天的事情。有一个小朋友没有记住过什么事情，今天他要来讲原理。这个小朋友不会是我吧？好的，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这件事到底是为什么。在大家看来，它只是液体，但错了，它其实是淀粉浆。那这种淀粉浆呢，是一种非牛顿流体。我说的这个可能大家听不懂，可以百度一下。但我讲它为什么会刚刚可以保护了这个鸡蛋，因为它有一种神奇的特性，就是它会根据压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就是你突然压力增大，它就变成了固体。因为刚刚在那个4米高的台阶上下来的同时，就是整个压力变化了，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把那个鸡蛋牢牢地保护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一种非牛顿流体的那个变化。然后那个大家，我没说完呢，说得非常棒。然后像很多的那个很多极限运动，或者是那些玩极速的运动的一些护具里面，都是装有这种非牛顿。我说完了，谢谢大家。好，我来补充一下啊，现在有很多那个军队呢，将这种材质呢用在那个防弹衣里面。对。然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经常可以看到非牛顿的流体，像这个牙膏。奶油，还有像一些番茄酱，其实都是非牛顿流体。同时我们血液当中，像这个淋巴液、血液，这也是非牛顿流体，只是表现形式不太一样。是的。星星点评一下他们两个的这个原理讲解，作为最资深的原理解，说得特别好。我们两个就像海尔兄弟一样。好，那我们俩各自讲点，吃一个鸡蛋。各位亲爱的朋友，这还是小意思。刚才看到娜娜这一小碗的这个非牛顿流体，其实它是一种工业淀粉。如果我们有一整个跑道的工业淀粉，那么人有可能从这个液体上完成水上漂吗？接下来跟着我们到600演播厅，来到我们的实验场地，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科学实验站的非牛顿流体池。
现在呢，我们两位黑艺人，我们的小猪和我们小黑呢，在故作忙碌。他们其实是有用的，因为这个非牛顿流体是必须不断的这样搅到这个状态，它才会有这个效果。哎，小心点啊！黑人跟韩哥，你们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这个工业淀粉的质感，是液体嘛，对不对？好，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传统功夫水上漂。我们有请我们快乐家族当中最沉的一个海涛来为大家表现。帅，除了嘴上那个泡。观众好好心。对，再给大家展示一个，是不是你们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固体，没有用，没有关系的？事实上，它也是可以沉下去人的。我们派快乐家族当中最轻的一个人，就是我本人沉给你们看，好不好？好。哇！救我！关键是拔出来很难。哇，你拔得出来吗？已经下去了。我觉得这个要不你自己。啊，我觉得很难，哇哇，不行，疼疼，别把上半身拔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因为来原理什么什么？这种那个淀粉浆是一种非牛顿流体，它会挺有神奇的，你就是慢点出来就行了。因为你慢点出来，它那个压力会减小。越用猛力，它越不能出来。那我现在只能我自己慢慢的救我自己。哎，韩庚，我胸真的很算了算了算了。跑起来，跑起来，可以哦，就是这样。好了，那我们分两组来挑战，好不好？现在开始比赛。韩庚是带着两位女生，就是娜娜和吴昕一组。然后呢，我们三位帅小伙一组啊。游戏规则：以流体池一端作为起点，在池中完成穿袜子或穿针任务后，到达任意门处进行选择。如参赛选手打开任意门，看到过关锣、敲响锣即本轮通过，组内下一名队员接力。如开门之后看到再来一次牌，则由组内下一名选手重新完成本轮任务，并再次选择任意门。同组三人轮换，用时最少的队伍获胜。好，来，预备，计时开始。我加油！哎呦哎呦！哎呦，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啊！我这个怎么办呢？单脚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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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单脚跳。加油！啊！不要动，脚要动，飞下去了，快跑！不行，加油，加油！要不行！啊啊！陷下去了，陷下去了！哦 ，no， 完了！现在镇定，镇定，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好，佳佳好狼狈。袜子哪去了？好，捡到袜子，捡到袜子。好坚强。好，单脚跳，单脚跳是重点。哎，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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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好，对，先把袜子先展好。哎，这个袜子挺好看的。下一位做好准备，下一位做好准备，是谁呢？穿针吗？穿针我来。赶快脱成光脚。如果他摸成再来一次的话，可以。好，好，下一关，下一关，快跑，快跑。炯炯，两双袜子。小心啊！掉了，是燕州要下去了。燕州，燕州，把手放到这儿。我不行了。沉了，已经沉了，你要动一下。对，跳起来，对，跑起来，这动作太丑了啦！哎，你穿好没啊？还没呢。各位，五分钟过去了，他又沉了，快，又进去了。他干脆采用直接沉下去再拔出来的笨办法。哎，他好聪明哦，他一边穿一边再拔一只脚。所以他穿不进去，别扎了。一根啊，一根可以了，一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快快快！没有，他现在想办法出来。哎，小心小心，拔出来，快了快了快了，差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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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快！他会打开哪一扇的任意门呢？耶！这一队花的时间是四分钟。那接下来是到韩庚这边了，韩庚要上场了。两位女生有什么祝福要送给韩庚吗？韩庚加油，韩庚加油，可以的。好，三十秒就过了。预备，计时开始。哎，韩庚，哎，你看那边，韩庚，有太阳哎。
哇哇哎，他是不不不，那只那只那只，你自己还要提高难度。哇，好，完成了，好，是任意门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哇，好，你上来穿针饭，哇，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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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笑，你一笑你就会把自己不停的笑。会跟自己摔跤吗？哎呦我天，哎呦哎呦，小心小心，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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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进去，陷进去了，被我陷进去，人陷进去了，哇，陷进去了，陷进去，人人人，不能拔，不能拔，那只有救您，快动起来，大家都动起来，都动起来，所有朋友动起来。为什么帮人家？各位，谢娜已经开始投入到下一轮的比赛了，他完全不管他的三个救命恩人，完全陷了进去。好，现在第一个拔出来的是小黑，快了，小黑快了。哎，小猪加油，唱好了吗？唱好了，唱好了，唱好了，快，去推任意门。哦，但是他陷下去了。好，他出来一只脚。我们这什么僵局啊？现在娜娜在不断拔出来自己的同时，把你们俩深深的又推了进去。你们俩特别胜在跳恰恰。One two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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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four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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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啦啦啦啦啦！好累呀、啊！我的人生好累呀、啊！出来了，那只脚来来来，黑人，好。是娜姐说借我撑一下。成功，快去开任意门，现在快拔了，要准备、啊、哎呀，万一是你黑人哥，你的脚变形了。再来一次吴昕，来一次吴昕，吴昕来一次。完了，还得先把那坑拔出来。完了，这本身智商就看起来不大高的。吴昕味道好不？前面三个人都舔过那个线。没想到换根新的嘛。有一有两个。哇，有一股饺子味儿。有蛋的味道。还有鸡蛋味道。所有人都沉下去了，沉下去了。只能哎，只能要。再舔一下嘛，快，再舔。吴昕，不如这个时候我给你讲讲原理吧。你知道为什么你沉下去了吗？你应该把它拔掉，从后面一节再开始啊。还在舔？不是，他吃了一节。小荷才露尖尖。你赶快过来，过来，快走，走起来，吴昕，走。完了，吴昕，你这个姿势。吴昕。你在练瑜伽吗，吴昕？好，出来了，出来了，一只，来了，可以，哎呦，来，跑起来，他的鞋，跑起来，再来一次，不要了，不要了，哎，不要了，已经不可能赢过人家，你们已经7分17秒了，人家是4分钟。输的这一队的三个人要接受惩罚，惩罚是什么呢？就是吃史上最恐怖的液氮饼干。好，来了。哇，会都会碎，太小了。啊，你抖的呢？我吃火锅。好，闭嘴闭嘴，流口水。庚哥，你是不是偶像啊？鼻子他一直在冒烟。这个效果好，因为他黑显得那个烟白，好像蒸汽机。对，零下196度的液氮饼干，吃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的RRR实验站到这告一段落，谢谢大家。谢谢黑人，谢谢韩庚，谢谢。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的快乐大明。
很精彩吧？但是快乐并没有停止，我们请出蒋劲夫、林更新、胡歌、大张、唐嫣、刘诗诗。接下来我们快乐家族陪你一起看《轩辕剑》。下期快乐升级，最亲爱的你，最亲大来宾范玮琪。最爱大来宾阿雅。我不懂为什么大本营要把我塑造成艳星，我有这么艳吗？性感舞蹈大 PK。全是史上最僵硬舞蹈。范范刚才跳舞，我就能够确定范范是一个情歌歌手。范范揭露婚后悲剧生活。结婚之后这一年啊，我老公，我丈夫真的很可恶，不知道我想揍扁他的那个点是什么。我超痛苦，他真的很可恶，把他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一点真的是，我觉得我跟社会大众道歉。家庭主妇 PK 赛，整理行李箱，手忙脚乱忙不赢。不要！锅碗瓢盆羽毛球赛热闹开幕。究竟哪队能加冕冠军？科学实验站赛事再度升级。快一点，来吗？快放吧！打泡泡比赛，三、四，不要碰到标准。堆泡泡比赛，你扶得住吗？其实这个，实验最后能否成功？下期一定不能错过《最亲爱的你》。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Overall 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是的，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谢运动快乐贵人鸟和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非常看快乐大本营。如果你也具有娱乐精神，就 Love Life。Yeah. 请大家支持韩庚新专辑，韩庚以及 Love Love 计划，谢谢黑人，谢谢。当心里有哭泣，想起最初的自己，年少的信念如何无畏无惧，道理我